王居了，王居了。现在好玩吗？好玩。的车车头侧倾。好好好好。阿拉木穿越成功。啊，这是我们昨晚海拔4100米的营地。现在飘着小雪，现在早上6点钟，天还没亮。我靠，太棒了！有何感想？一大早起来要换胎，而且是下雪的时候。还在4100的高度，对啊，慢慢挖吧。输了。多亏爷爷送的瑞士军刀，轮胎螺丝中全是泥巴，经过一夜都冻干了。必须要清理干净，才能将套筒插进螺丝孔里。红红，可以看到这个湖。我们去湖边游泳啊！大年三十去游泳。我帮你们拍，你们一起。我只能裸泳，其他的也不能有了。就是那个坏了的胎吗？应该是。不，你跟到雷哥后头，差点让雷哥里去。全泥。关键是要清多少？能清多少清多少呀？哇！这好多哦。事后发现是轮毂裂了，估计是救援的时候石头卡在刹车盘和轮毂之间造成的。这是我们昨天脱困的地方，硬拉出来的，脱困板都给埋在泥里面了，还有个脱困板都看不到，不知道好不好挖，先挖一个吧。一大早你们在美丽的哈拉湖畔挖什么宝贝？已经变形成这个样子了。环保的这个想法，所以要把这个挖出来。应该在这儿。想帮你的，但是一看这稀巴烂，我就不想帮了。嗯，在这边。对。哎，谢谢。这个样子还是那样的？这样的。放长柄的，要短柄的，真不好敲。对。把海鲜放到这个叫什么？造型鞋。造型鞋要投哪了？好像还没换。耶！来，再来一个，能不能播一下子？终成功了！我你妈滚滚来！昨天由于大家的过于激动，严重偏离了轨迹，加上昨夜的小雪开始融化，路面变得越来越软了。同学们看到昨天的车子了吗？我这边怠速的冲，我刚才陷的地方。就停一下，就陷进去。我讲的是，如果昨天不陷一下，今天我估计你懂了，肯定是四辆车并排开，这个陷那个陷的，到时候陷上去。没想到今天我是第一个被救援的。慢点，慢点给油，慢点给油，慢点给油。马上出来了，慢点给油，慢点给油，慢点给油，王居了，王居了，王居了，那前轮没得辅助的。
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停这儿。这个枣核给我们喝了上了一个。你的意思今天也要飞跃吧？差一点，这稳的速度不行，而且距离稍微保持一点，但你这个还是不行，还是什么？保持距离的话看不到，侧着印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对，这早着地太容易陷。这我们已经，说实话，我记不得第几次救援了。这个后轮一定要慢，不然容易跑不开。好，两个后轮已经出来了。两个可以走了。感觉这个动作还蛮霸气的，这个造型，但就是，但事实就是陷车了，哎，然后这辆车也陷了，那辆车也陷了，就这辆车是好的。防沙板要烂掉了。明天就吃老号头。现在我们在哈拉湖的西北岸，我们要穿越到蓝岸。现在目前三台车陷车，没有配合好，三台车陷车。现在仅有这台车，要这辆车先放弃，卸掉自重，让它蹬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我们都蹬。它太慢了，我手吃不消了。嗨，嗨，这个应该是苔藓吧？其实细看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啊，你会发现它其实还很美丽的，但人们就不愿意去细看。不愿意去观察。对，它是那个像小花一样，近看。我坐在巨魔上，四个胎一个都没打，完顶着硬。先蹬你。我还有个短的，够不够？先拿着试一下。
估计他们再陷几次，我就成为专业的摄影师了。不是，我喜欢完美的视频。我拿个三米四，十米也在顶上不好拿，我拿三米了。这哈有起色了，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辆车，把他们救完，我们就应该就可以先走一段了。我们在这里浪费了，也不能说浪费吧，耗费了三个小时，三到四个小时。好，昨天晚上就没，前天晚上也没洗，然后好长时间没洗头了。今天要再住不着，去年就卸了两回，今年卸了 N 回。我好不容易把气门芯找出来了，从一堆泥里头把气门芯放出来了。胎纹还有吗 ？Q2 的胎纹。脏死了，不想理你。什么眼神？错了，我们救援十次，其中有八次是我救的。太惨了。你看看我这眼神，就想叫我们在这儿挖地。走哈拉湖来挖地。冲啊，同志们，冲啊！找那个地下有裂缝的，找黄色的。哎呀，竟然有车辙，走车辙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操！转掉嘞，转掉嘞，不然就先走。刚才那个没在蘑菇上面走啊，不要走到那个深的车辙里头。我救援救了一个上午。那边，前面好几个口子，从哪口子上？我一看他闪红灯停下来，我就害怕。那我终于缺氧了，哇，被好火挠伤了。还好后面给我放的时间。有点麻烦，有点麻烦。变动等等，变动等等，出不来，出不来，出不来。啊，变动，沿着路线倒，沿着路线倒，看能不能把它蹬出来。又陷一辆车。是王叔叔的车陷了。
你这什么情况啊？他龙哥他只有一条青蛙。那个王工换警官，放到楼下有一把木等你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海拔4000米啊！4100！张导加油！喝龙湖中游，喝龙湖中游。好远，那个那里的街，阿拉湖中游，尝一口水咸不咸？有点咸。你好，Hello。用嘴能想下，水太浅了，我走那么远。不要我爱你。边走要不要来一个？2000 years later. 1100米，哈拉湖中游，走起！爸爸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！哈拉湖中游，哈拉湖中游！你们这叫哈拉湖泡澡，不叫哈拉湖游泳。游游游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睡觉了。爸爸宝贝。第二次下去，我靠！第二次下去冻死。今天一天在忙救援、找路，捡到一个羚羊角，捡了一套牙，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的牙齿，我估计可能是羊或者马的。再发达我的马桶信仰。电脑不要动了，不要动，不行让雷哥落了一下。我不想听不要动这个词。快上来了，快上来了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我都感觉应该会很简单。哇！这是什么？试一试，走你右边过去，
弥陀佛，不唱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懂了，活佛加持，太美了。这个大晚上的，我们还在哈拉湖边。救援，我都不记得这个是今天的第十二次还是第十三次了，快八点了。为什么零度啊？现在是的，就黑的我，黑的我都看不见人。前轮已经，前轮是 OK 的，后轮快上来了。其实我真的不用拍，因为真的啥都看不见。到南安就进度了。哎呦，我陷了！但是你们只要加速过来，是很容易就过来的。那主要原因是我在找车辙。逆左了，我这里刚才是说想，哎，我冲错地方了，我冲错地方了。
湖里去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尽量在夜里过去，趁这个天冷地面的。我有点担心，就是到了白天的时候，来来救我救我。对吧？一个可以收两次啊。再过河吗？还是先走上面走？过河是因为有的高路是那个在上面走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河。我人要下河，我就是说好要下线。我过去看一下，我要投入，我过去沿着我来的路过去指引一下。我现在就没有水台了。到了，窗户没关。啊，说了，窗户没关。哦、sorry。先关着，稍等。踩足刹车了。啊。什么、啊、什么？我感觉我在给你往前拖。电动在动吗？啊，不行。那拿透支绳蹬吧。拿蹬吧。我开始啊，我开始啊，你们人站远点，人站远点，人站远点。
动了吗？动了吗？我终于动了一把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上来呀！再来一把。上来了，上来。20米带走，我从10米开始加速，来那个，我都闭到眼睛来往后倒，我生怕把那东西拉回来的。我们这种常规打的更细的了。现在已经是夜里11:43了，我们已经开了13个小时车了。不止吧，14个小时车了。我靠，在哈拉湖，我们今天救援可能救援了有20多次，而且这都不是简单的拖一拖那种救援，都是要蹬个4-5次，或者双绞盘，然后双车，或者用滑轮，还要挖，垫防桑，垫防滑板。啊，我们现在还没开出去，慢慢走吧。出来前我们准备了多条较新的轨迹，但是由于哈拉湖每年的变化，车辙都被湖水和沼泽阻断了，现在只能自己开辟新的路线。未来的轨迹在我们右侧大概10米的样子往前，这样的有一点率纠正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往东偏南啊，我想东南方向走，来再走，这样的向着我们往前走走吧。现在是凌晨2点，由于天气不好，夜晚一片死黑，凭借超亮的射灯也只能勉强看出去20-30米远。之前经过多次尝试，要么线路不对，要么被沼泽阻断了。目前我们所剩的汽油不多了，只够出去的，并且不能再迷路，所以准备坐车上睡一夜，等待早上太阳出来，趁着沼泽还没有化冻，用无人机找一条过河的路，希望明天一切顺利。那我们就眯一会儿。到时候天门姑娘就是还没化冻呢。